屏东万峦猪脚街盛况空前，挤满人排队等着买猪脚，队伍拉得超级长，几乎看不到尽头。每间猪脚店前都排满满，整条马路被挤到水泄不通，都是要抢购猪脚。从过年到228连假，每个周末都挤到爆，就连平日一早也有人开始排队。有民众一口气买了100份猪脚，塞了满满一车。我们要买100多只，一个一个排啊，一次一次排。过年要买给父母添寿啊，因为双方都在，所以要一前一后。民众一大早就来买猪脚，就怕太晚买不到，因为今年农历闰二月，传统习俗只要闰月，结婚女儿要买猪脚回家为父母添福添寿，掀起抢购潮。猪脚每天卖到缺货，下午3点前就通通卖光，店家还得先暂停宅配。跟往常来比的话，大概是有翻倍成长。现在是闰二月啊，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停很久没有宅配，因为就是说，包含我们现在外带都不够了。今年农历闰二月将持续到国历4月19号，恐怕这期间猪脚店都超人气，人人都想买猪脚为父母添寿，变成猪脚大抢购，晚一步恐怕只能扑空。记者张春华、陈珊珊，屏东采访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，里面真材实料，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。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